俄罗斯国讲台湾，讲出祖先开垦的困难，欢迎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节目。咱今日来介绍同款的叶片，会当发挥甲淋漓尽致哦，水水甲甲那查某囡仔讲撇脸蛋哦，这真正人讲的啊，甲破破修修的。会当发挥甲这款的造诣，无简单啦！这个德叶片，当然伊有经过美化，无唔对。干那查某囡仔爱经过抹粉、点胭脂，但是你看伊的手艺，吼，伊的点点滴滴，一点一滴，拢会当讲拢。用精神滴啊，因为伊这个花油哦，你看伊这图案，迄唔是用印刷的呢，这用手哦，实在用手工笔来画画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花干完全滴个来做成的，无讲用茶，或者讲用塑胶。去甲结合，包含这拢用竹啊，哦啊，这嘛拢是有雕刻，有迄个花样。啊，这个花干有两种的作用，平常拿伫客厅甲菜咧，哎，真气派，人客来做一种的装潢点缀。啊，但是。那要甲金香添花，真正就是金香添花。当你若有一盆花，水水啊，会当甲囥下食哦。啊，花干当然，迄是咱一般咱家己的花干。啊，甲插花囥下食，会当显示讲哦，这盆花，这个盆遮水。搁插只花，哦，金香添花，哇、哦啊！这句话名副其实。透过今日的介绍，这项艺术德艺的花间，希望观众朋友会当认识咱的祖先农村时代，因度这块的艺术生活，也可以了解咱。的先民因使用德艺类的智慧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下一次再会。